整个主日聚会交托仰望给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来到我们当中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。阿门。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阿门。倒数三二一，主领讲话。Two, 没有讲话。Three, four. 神灵高声赞美，空天地万物诉说神大能作为，成就一切，成就一切，凡有气息都高声赞美。
说神啊能作为，成就一切，成就一切，凡有气息都高声赞美，从天地万物诉说神啊能作为，你的爱，你的爱赐给我们。主你真好，是的，我们永远赞美你们，一起来拍手。让我们给神一个最美好的欢呼，好不好？I'm not afraid to die.
good. 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. 主啊，这么的美好，永远都不足。牧师上台去祷告，永远都不足够来赞美你。九哥 ，Verse 1。言语不足够，我不发心说。Amen.
献的弟兄姐妹要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每一次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爱神的心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。阿门。因为你知道，神给你的远远比你给神的更多。阿门。好吧，我们就要一起为着十一月所有奉献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我要邀请所有的传道同工，请传务同工一同上台。哈利路亚。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来尊荣他的名。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他的恩典。你们数到三，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的恩典要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，要祝福在我们的当中。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是的，请我们向你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所有的仍然不足够。主啊，但是帮助我们更多的给予，更多的摆上。所有的仍然不足够，但是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带着一个充满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恩典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更为着我们能够给予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，求你继续的恩待在我们每一个奉献的弟兄姐妹身上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祝你配得所有的赞美。祷告奉耶圣名，阿门！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阿门！哈利路亚！阿门！好吧，弟兄姐妹，鼓励大家一同参与在十一奉献的当中，这是一个恩典，这是一个蒙福的行动，阿门！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奉献，可以到后面的奉献的柜台来咨询，我们有同工可以协助你。让我们一起参与在这个蒙福的行列当中，阿们。好不好？坐下的时候跟你旁边说，你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你是一个蒙福的人。请坐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诗歌。心灵枯干软弱可怜，被借神灵难复兴，主大慈爱已经应许，彼此领恩如大雨，恩雨降恩雨，愿主神灵充满我，虽以蒙恩略为滋润，还渴望大慈恩雨。神灵充满我，虽蒙恩略为滋润，还渴望大慈恩雨。恩雨降恩雨，愿主神灵充满我，虽蒙恩略为滋润，还渴望大慈恩雨。恩雨降恩雨，愿主神灵充满我，虽蒙恩略为滋润，还渴望大慈恩雨。恩雨降恩雨，愿主神灵充满我。还渴望大慈恩雨，还渴望，还渴望。
上帝祝福我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变成精品的人生。阿们。圣灵的印记要在我们的身上，阿们，刻画出那精品的生命，阿们，打造出那精品的生命，阿们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普天之下，万国万民，齐声赞美父子圣灵，三位一体，从荣同尊，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，普天之下，万国万民，齐声赞美父子圣灵，三位一体，从荣同尊，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。请低头，愿主伸于你保护你，愿主面上荣光照你，赐福于你。愿主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阿门。调整一下，如果有需要祷告带到服事的同工的弟兄姐妹，可以到前面，我们会有牧者为你祷告。7分钟到8分钟就要结束了，所以帮我调整一下两首快歌的长度，7分钟到8分钟以内就要结束了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可以撤退了。谢谢大家。三是一养三哦。一起。会前祷告，谈一四一养三五。这是要签什么号码？一四一养三五哦。Yes。好。各位小杰。开场倒数1分钟，歌手上台。歌手，好来了。李贤又好像走错地方，不要他穿短袖。倒数30秒，20秒，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，大家早安，恭喜祷告开始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要一起在主日聚会开始前，我们先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。Amen. Amen. Amen. 我们
们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可能很多人带着昨天圆游会的疲惫来到这里，或者是你带着一些你还放心不下的事情来到这，我们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求神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，用他的恩典充满我们，用他的祝福充满我们，用他的些出人意外的平安充满我们。所以我们先为我们自己，我们先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。然后我要你用星星的眼睛去看见，在听信息的时候，
带着能力，每一句话都要带来极大的翻转。然后我要你用星星的眼睛去看见，今天就是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刻。我要你用星星的眼睛去看见，圣灵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在做恢复的工作，他在做医治的工作，他在做改变更新的工作。闭上的眼睛，如果你看见了，我们就把它祷告出来，求神让我们今天早晨有一个神迹同在的主日聚会，有一个荣耀同在的主日聚会，有一个他就在我们当中的主日聚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阿们。整个圣诞季我们来祷告，每一场主日我们都要看见你周围的这些椅子都要被坐满，所以你可以转头一圈去看见所有的椅子，不是只有平面红色蓝色的椅子要坐满，是看台上面每个紫色的椅子都要坐满，然后你还要去看见是不够坐了，还有人在门口等着要进来。所以我们为着这整个圣诞季每一场的聚会我们来祷告，是看见许多的人涌入到我们的会堂里面，是看见你的福音朋友，你的家人，你一直想要传福音的对象，他们也都来了。所以我们为着所有的福音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把我们这个圣诞季的福音工作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，看见会堂的椅子都坐满的人，还而且还不够坐。主，我看见在看台上面每一个椅子也都坐满的人。主，那些我们祷告好久的家人，那些我们邀请好久的朋友，主，他们一个一个都要来，他们一个一个都要来。主，他们在这里要遇见你，他们在这里要被翻转。主，我们祷告每一个主日都是遇见你的主日，每一个主日都有好多的人要得救，每一个主日都是让我们能够把这里坐满的主日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了要做传福音的工作，让我们每个人预备好了，我们不胆怯的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是勇敢的把福音传扬出去的。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 Amen。我们把这个主日聚会交托仰望给你，主，我们祷告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做更新的工作，来做恢复的工作，来做医治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祷告你就在我们当中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。主，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充满着你同在，充满着神迹奇事的主日聚会。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带着满满的祝福。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遇见你。主，我们把整个主日聚会交托仰望给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来到我们当中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。Amen。 把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 Amen。 倒数三二一，主领脚号。